好啊，你先讲吧。拿麦克风。啊？拿麦克风，不要大声。我们是第八组，然后这是我们题目，就是某知名手游就是《神魔之塔》对神杀之塔，然后我们用 A、B 两队来打新的关卡，然后 A 队是36分 ，B 队是150分，然后这个 combo 不是像布林那样是就是一直升上去，是一 combo 就加0.25，然后两 combo 就1.5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要问四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A 队要几趟 BOSS 才能够打死怪物？然后第二题就是问你说，这次如果假设我给你一个数字，这个 combo， 那么我溢出的伤害是多少？就是算出的伤害去减掉那只怪血这样子。然后第三题就是我接下来就是换 B 队这样打，那这样子 B 队打死这只怪需要的 combo 数跟 B 队差几 combo？ 然后第四题就是我在死 combo 的时候 ，A 队。跟 B 队的伤害刚好可以打死 BOSS， 那这样 BOSS 的血量是多少？然后这是 input 的档，然后 out 档就会长这样子。我可以接你接你这些。然后这是我们的主程式，就是主程就是负责把我副程式就是执行完的东西再丢回去主程式输入这样的。就没什么特别重要。然后这是第一个副程式，就是算就是需要打死这只小怪的最少 combo 数是多少。然后这是第二个，就是算就是溢出的伤害是多少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算 A 跟 B 队最少需要的 combo 数的。值就是 A 减 B 这样子。第四个就是说，A 跟 B 这两个队伍在十 combo 造成伤害，然后再相加这样子。然后现在来执行一次。直接执行哦。之后可能就是我会改成那个 NS 123这样子。好，谢谢。